这个每当国庆日一到啊，住宅区里就少不了很多的国庆装饰。是，尤其你走在祖屋区里面，看到很多大大小小的国旗，这个气氛哦，可以感受到越来越浓厚。是的，除了挂上一般的这个国旗呢，今年就有一些住宅区啊，以不一样的装饰来布置，一起去看一看。每年到了国庆日前，都会看到全岛各地用国旗或者是喜庆的装饰来迎接新加坡的生日。今年哪里又有别出心裁的国庆装扮呢？我们一起去看看。这里是碧山的高华大道，听说居民们在几个星期前就开始折纸花，想要把它拼成一个国旗的形状。今天我就来这里向他们学习怎么折纸花。Hello， 老师。Hello， 你好。哦，今天来向你学习怎么折这个纸花。哦，好棒啊。OK， 好，应该怎么开始呢？ OK， 首先我们拿一张红纸折一半，然后我们再折一半。首先我们可以看有一个 L 形状，就是这一面嘛，我们刚才折了这一个部分。嗯，哇，那个花瓣的形状，哇，很好，很棒。这个是画错的，不要看。好，然后我们可以开始剪，有四个花瓣。接下来呢，折小部分，折来三个 cm， 然后我们可以剪。沿着这个线剪，大概三公分。嗯，对。好，放那个浆糊。对折。对，很好。这样就有个立体感，对不对？对，有那个立体感的。这个步骤我们可以做四次。嗯，把我四个花瓣都把它给折起来。然后一点浆糊放在中间。嗯，连起来。嗯，不错不错。我们先做两个。嗯，做另外两个。钉在一起，钉在上面。啊，哇，你的花瓣不错。郁金香，花瓣比较高。那我们也是可以用那个铅笔，用比较下来，那我们有一个很自然的感觉。嗯，如果你要它比较开，你可以把它卷到中间。嗯，好，所以这个外形已经好了，之后呢 ？OK。现在我们可以做另一层花。嗯，给这层 actually 我们可以从这里拿一个小的。嗯，这层我们怎么弄成立体？我们可以这样折，这样，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这样按住，然后我们可以这样，然后把它折开。啊，折开一点。看似很简单的一朵花，其实有很多的步骤，而且呢，每一朵都是纯手工，因此每一朵都不一样。凯欣今天为什么会选择用纸花来做装饰呢？我们就是想要推广环保，因为每当国庆日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应该怎么去装饰我们的地区。那么我们就在想，除了购买国旗以外，我们假如能自己装饰、自己制作我们要的国旗，那么会比较有意义。所以我们就举办了那些小手工的活动，邀请居民跟我们一起参加，一起制作我们的国旗，一起庆祝新加坡的生日。所以每年到了国庆日，你们都会召集居民一起来做布置吗？今年会比较特别的盛大，因为刚好我们今年有这个 NC Hub 在我们的地区，刚好现在是国庆日。平时往年当我们布置的时候，叫居民来做这些活动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困难，因为我们要防水，而且要有一个地方去摆放。所以那么刚好我们今年在想，既然我们已经有那个 NC Hub 的，所以那么我们就可以制作，就放在 NC Hub 里面，叫邻居跟那些居民一起制作，一起沟通聊天，认识对方，因为之前他们有些其实不认识他们的邻居。
大功告成了。这面国旗呢，是由两三百位居民花了差不多两个星期的时间才一起拼凑完成的，是不是满满的体现了他们对国家的心意呢？接下来我们要到下一个邻里住宅区去看看他们有什么设计。这里就是顺福路的祖屋区，居民们制作了一幅19米宽、12米高的巨型横幅，而特别之处就是它上面有 LED 的装饰。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设计概念呢？这个代表我们全民人民的心，我们大家的心意，就是全部的国旗呢，就是代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这么大的一个装饰肯定有它的挑战。当然了，要集合人下来缝这个跟车这个东西呢，就有一个大挑战。需要集合人民的时候，就是只能在星期天、星期六下午跟晚上，因为大家都有上班。有差不多30-40个人，我们花了2个半月来做。找居民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社区活动哦，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跟目的吗？一个凝聚力嘛，就是说我们大家同心协力，这是为了我们的新加坡53的生日。邻里的这些国庆装饰看似简单，但其实都是居民们的心血和努力。点缀着环境的不只是国旗，更是居民们的心意。这些祖屋区别出心裁的大型国庆装饰啊，做起来其实相当花时间和心思的哈，而且需要一般居民同心协力才可以完成。是，而且当然这个国庆日哦特别重要，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国庆庆典。如果你打算明天呢到国庆庆典的现场或者是浮动舞台周围感受一下气氛，要注意了，以下几个路段会受到影响。是，从早上9点一直到晚上11点，关闭的道路有淡马西道往新达城这个路段。而从下午2点关闭到11点的，包括了以下的几个地方：淡马西道通往滨海湾金沙海湾道、共和国道和来福士道。最后呢，从晚上8点到11点关闭的路段就有滨海公园通道、尼浩大道、史丹福路、康乐通道和福尔顿。那么为了要配合国庆庆典的现场直播，明天狮城有约呢会提早在下午4点20分就会播出了。美兰呢会在国庆庆典的现场进行现场连线，带大家看看滨海湾浮动舞台现场的气氛。那么庆凯呢会是在明天下午大约3点在狮城有约面部网页为你进行现场直播，直击国庆表演者他们最后的准备工作。是，如果你出门在外又想要观看国庆烟火表演，也可以通过我们面部直播来观赏璀璨的烟花表演。是的，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欢迎您浏览8频道新闻及时事节目的网站，以及狮城有约的面部收看网络视频。我们明天见。再见。更多精彩视频，请到 channel8news.sg 观赏。下载 Toggle App 免费观赏更多精彩节目。